亲爱的时尚的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 Linda。那现在是在这个米兰的 Hogan 的这个秀的那个门口。对，今天看你这身衣服，好像是最新的系列。对，他们应该是春夏的最新的一个系列。给我们讲一下为什么会选这件衣服？这一季好像我觉得 Hogan 里面比较强烈的推出的就是那种，比如说动物的一些纹路。你去他店里面去看，当然很多是那种蟒蛇纹、豹纹，还有这种斑马纹。所以呢，我昨天看到这一件斑马纹，我就特别的喜欢。那其实是一件风衣啦，你其实可以下面穿皮裤、牛仔裤，然后混搭这样穿。但是我今天想把它当做一条裙子来穿，所以中间加了一个腰带，粘的比较紧点。然后是这双鞋，我觉得，因为我昨天看到这双鞋，我特别喜欢，我想跟这个衣服可以搭成一套。其实有时候鞋跟衣服的那个纹路是一样的，还蛮有特色的。对，所以就选了这一套。其实已经很多次来米兰了，这次来到米兰还有什么新鲜感？东西都没有变，真的是每一年你要说有变化的话，那就是时装的变化，对吧？就是春夏的、秋冬的都不一样，设计师每季的灵感也不一样。然后我觉得这一季Hogan 给我最深刻的印象就是，我觉得这一季他们的风格非常的明确，就是一个 party girl。 然后那些所有的女生穿衣服都是特别的酷，很随性，很有中性的风格在里面。我觉得这很有 Hogan 的这次的风格在里面。对，那跟我分享一下接下来这次还有什么样的计划吗？明天我要看一场大秀，是 TOS 的，你知道，是我的老朋友，我就是每一年都在看。然后接下来的话，28号可能还有 Giuseppe 的一场秀。对，那